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朱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哼，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一两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一两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回座，去机场吧，飞往重庆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不去重庆，直接飞往长沙。这是要轰炸长沙呀。要不要隐蔽一下？不用。快点！往那边跑！快！快点！往那边跑！快！快点！往那边跑！
我们这些出城逃难的人，好像都是长沙本地人。怎么这么慌张啊？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走着点，走着点。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是他。没有骨气，怕死。 鬼子还没进宫呢，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逃离值守的，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向南，向南，本忠哥，你没事吧？我没事，爹没事吧？ 本忠回来了，爹，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您没事吧？没事。小鬼子来的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好，您放心。 本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啊，还轮不着我呢。万一让你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您说。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那不成胆小鬼、胆大鬼大，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本忠，记住了啊。哎，知道了。 陛下、我々は中国戦線におきまして向かうところ敵なしで、この度も武漢を鎮圧するという勝利を収めました。諸政府はすでに西南の方に退いており、現在のこの戦局に基づき、このような支那事変での 中国への対応を速やかに行う声明を起草いたしました。閣議におきましては、今後我々大日本帝国が中華民国政府に対し軍事的にどう打撃を与えるか、そして降伏を促すかも話し合いました。 陛下、どうなさいますか。お言葉をいただけるのでしょうか。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声明、属国へ聖書、天界布告せよ。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将軍殿への電報、我が部隊はすでに新垣川北岸に到着。対岸への攻撃準備を完了した。はい。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好。团长，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是。哎，回来。啊。你钢盔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去吧。啊。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枣只能打200米，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墙河。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南粤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大家请坐下。前三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请诸位建言。命令出す。第6師団予定通り臨床学用を攻撃。諸軍、この5ヶ月の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武漢を占領した後、畑新緑元帥が我が第11軍が重慶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ムグレ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る。次の戦いでは調査が重要視点となる。臨床や学用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っている。調査攻撃の足場と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飛行を落とすんだ。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
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一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柏林，你有谏言？直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这怎么回事啊？建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是。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直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说的还是有道理，说的有道理，说的还是有道理。维座，说的还是有道理，说的有道理。维座啊，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魏总，深夜打扰。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魏总知道之前要来。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能高枕无忧吗？委座既然明白了直下的心思，直下就不多说什么了。不不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让一让啊！哎，让一下！哎，让一下喽！哎，让一下，让一下啊！哎，让一让了啊！哎，停车！马员外他接到一位商女婿，我带你三四的礼盘来。先生，给您来壶什么茶？来壶洞庭春吧。好嘞，洞庭春一壶。我带你三四的连环菜，首道是四凉花叶，四凉是个凉菜，表示四饼；八月那是表示八分。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叫八分梅菜，合在一起就叫做四饼八分。我们吃的这个连环就能平平安安、四平八稳的人，九岁都到心里。哎，我给您斟茶。我这三女婿还愁的呢，要知道祖上的名字，我举手。眼前三滴水，浪里起波涛，清水出芙蓉。甜甜荷叶好。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三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おのお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弊不堪了。 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 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剑生的谏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伪作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 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谁写的？毛泽东。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 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回座。报告，直下奉命赶到。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来，坐下说。你去吧。是。 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全部以资敌用。 真是令人痛恨呐！伪作，此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 魏元璋，莫非你想火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策，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魏座，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魏座，火焚长沙一举， 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伪作，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
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而狠心烧一座省城？伪作，长沙速成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以为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呢。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伪作，如果伪作决定要这样做，直下遵命执行就是了。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之下明白。李大，谢谢。到下一个，来，给。看来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你好，我要见张主席。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时，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押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哎哎，你不能进去！哎，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张主席，你好，张主席，彭中华。你好，来，请坐。您请。请。你是客人，坐吧。好，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地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辕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火焚城的决定了吗？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
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有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小吕，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小鬼子要摆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你觉得呢？李哥，你是不是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行行，听李哥的。李哥，行，都听你的。司令官殿、調査特務や密連です。松井機関の情報工作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であるが、戦闘中も大いに力を発揮してもらいたい。はい、高価して努力します。本日我が第十一軍司令部は学陽へと移動した。さらなる前進を期待する。次は調査を目指すと司令官は仰せである。司令官殿、我が第六師団に出兵許可を。7日間で調査を落としてみせます。座れ稲葉、慌てるな。松井機関の情報によると、調査の中央軍及び市民たちは戦々恐々としておるそうだ。当局はすでにこの地を焼き払う命令を下している。我々が攻撃せずとも中国人自ら取り乱している。松井、はい。調査の特務に電報を打て、追い打ちを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只要这场大火一烧，重庆政府就将坐在火炉上，遭到全中国人的唾弃。可是中国政府拟定了严密的焚城计划，中国人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焚城？在皇军发起进攻、兵临城下之际。那我们就造成大日本皇军已经兵临城下的假象。哎，你这有380步枪吗？有。干什么用？我带了一支突击队，需要人手一把。好的，这事交给我。你们谍报组的任务就是散播大日本皇军已经到了新河的谣言。新河？新墙河？仅一字之差。明白了。
让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马上给张主席、封司令打电话。是。报告，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接文局长。接文局长。喂，文局长，我是徐坤。你听到枪声了吗？是三八大盖的枪声。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他们是不是先撤了？起来了，那不烧着人了吗？天蝎阁的火光就是命令，那哪能行？你这不烧着人了吗？你再废话，老子帮了你。就你有枪，李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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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烧，李哥，不能烧，走吧，李哥。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火持续了两天两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葬身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忠，拘捕闻悉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